解压刮噪，能吹泡泡，做手工皂，还能挖出整个宇宙。这玩具我能玩一天。宝藏多多又出新品啦，云泥挖宝盲盒，看盒子就非常神秘，谁也不知道你能挖出什么。依旧采用解压的刮噪玩法，皂泥不会有粉尘，玩完直接洗手，肥皂都省了。挖到钻石不算完，我这是挖到了一个水晶球吧。仔细看，里边是整个宇宙，还送了发光底座，放上来，这也太美了吧。这里面还有东西，我们继续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是个可爱的宇航员，他在探索神秘的宇宙吗？挖完的皂花也不浪费，放进微波炉叮30秒就可以融化，放入模具中按压脱模，手工皂这不就做出来了。泡泡液还可以吹泡泡哦，集多种玩法于一身的挖宝考古盲盒，快给你家的宝贝儿也安排一个吧。